双子座下周运势，12月25日到31日。事业运势，双子座下周会受到多个天象的影响，太阳六分冥王星可能带来一些深入的变革和个人转变的机会。金星三分海王星可能激发你对美感和创造力的追求，在工作中展现才能和创意。水星四分海王星可能带来灵感和深度思考，有助于解决问题和提升沟通能力。太阳三分木星可能带来积极的能量和机会的扩展，有可能获得成功和晋升的机会。财富方面，金星六分冥王星可能带来一些财务方面的变动和转变，这可能意味着有机会获得额外的收入或改善财务状况，然而需要谨慎处理财务决策，避免过度冲动和冲突。爱情方面，金星三分海王星可能带来浪漫和激情的体验，这是一个有利于建立深层次情感联系的时期。单身的双子座可能有机会遇到特别吸引人的伴侣，然而需要保持清晰的思维和理性判断，以避免陷入虚幻和不稳定的关系。健康方面，需要注意水星四分海王星可能带来情绪和心理方面的挑战，保持积极的心态，寻求平衡和放松的方法，有助于维持身心健康。总的来说，下周对于双子座来说可能是一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时期，相信自己的能力，积极应对各种情况，你能够度过充实而有成果的一周。我是静电鱼，关注我，每天都有好运气。